胡闹，冤家。 我明天。 站在这里头，你只能赢，不能输。那你可以不必上擂台啊，金孙，你听。听什么？我什么都没听到。我听到了。 但是我会努力一试。你听到了吗？我听到了一个召唤的声音。现在，我们听到的是同一个声音了。